咁呢晚上大家能够一齐同心嚟敬拜主，开唔开心啊？开心帮旁边人讲，我好开心。做乜啲牧师咁得意嘅？人哋开心系要帮旁边讲嘅，咁系嘛？我哋大家一家人系咪啊？由自己帮旁边人讲，我哋一家人嚟噶。所以咧，大家一家人咧就要有得倾，有得笑，有得沟通下。好，问下大家，知唔知道今年我哋2019年嘅教会主题系乜嘢啊？可以打开你嘅家信单张入边有写噶。开你嘅单张，边个冇单张啊？有单张冇？开你嘅单张嚟睇，入边有写低。今年2019年我哋嘅主题系乜嘢？睇睇，搵个人读一读俾我听下啦。大声啲讲俾我听，主题系乜嘢？哇，唔讲我数人㗎啦，从拉美叫字上㗎啦。William， 主题咩声啊？咩声话？咩名啊？兴起，大家一齐讲。嗱，兴起身子系咩意思呢？就是要我哋企起身去捉稳领取神嘅福气、神嘅心意嘅。哇，边个咚一声啊？大家明唔明白？我兴起嚟领取神嘅福气、神嘅心意。嗱，喺呢度咧，希望大家会在现在咧，已经开始认识神嘅福气咧，系要我哋企起身去领取，唔系俾我哋坐度等，做咩冇嘅？祷告咗咯，等嚟等去冇嘢发生嘅，嗱，嗰只叫做等。在神嘅教导里头，我哋点样接福气噶？叫前头嗰个德明讲啦，点样去接福气啊？正话讲咗，应该要点样企起身？企起身去领取。阿家俊讲一次，福气要帮拉美嘅讲，要领取嘅。再帮最拉美嗰个讲，唔系喺度等。识唔识啊？唔怪得咁耐里头等极都冇啦，等系冇嘅。是要去领取，明唔明白啊？是估你得个奖品啊，你等咩？冇㗎，要去领取啊。所以今天晚上我喺度重提俾大家知道啊，我哋基督徒系有福嘅人，因为我哋有一个赐福嘅神，记唔记得啊？记得喎，后面嘅记唔记得啊？我哋有一个赐福嘅神，小丽。神赐咩福气俾我哋啊？权柄叻啦！权柄俾我哋，呢个权柄呢好多次我讲过啦吓，可以俾我哋一个权柄去管鬼，等我哋唔使惊，鬼惊我哋嘅。呢个权柄唔单止系咁样，仲俾我哋攞个权柄去领取福气嘅，知唔知啊？神嘅福气系要领取噶嘛？咁我出。我点样攞神嘅权柄去领，明唔明白啊？就是、所以呢，如果你要睇到你嘅生意做得好，你要攞神嘅权柄去领取神嘅福气，将你嘅生意越做越好。如果你要睇到你嘅家庭温暖，家中有啲挣扎，仔女唔听话，你要被兴起企上嚟。靠着神嘅恩典领取权柄，领取权柄嚟做乜嘢啊？嚟攞神嘅福气，建立一个温暖温馨嘅家。你知唔知啊？神嘅家唔应该嘈吵，神嘅家唔应该成日有啲心里头顶住嘅嘢啊！神嘅家。同埋你嘅家系应该点啊？和和气气，大家讲和和气气，
又温暖又温馨。嗱，你会唔会坐在嗰度听我讲嘢讲？牧师唔似嘅，我屋企成日都嘈到我都想啊，瞓觉瞓晏啲唔起身咯，系嘛？嗱，系如果你觉得你在你嘅生命好似秒喐咁样，好多嘢，寻日咁样，今日咁样，听日都应该系咁样，咁多年都冇咩改变，就是因为我哋需要被兴起去领取，或者你唔系好认识神嘅心意，你唔知道系嗰个耶稣爱我，做咩系唔派俾我嘅咧？嗱，呢样嘢我就唔可以解释俾你听啦。神嘅教导俾我哋知道、认识、明白，神嘅福气系要领取嘅。俾或者神睇得到我哋紧唔紧张，爱唔爱咯？你爱唔爱神嘅福气啊？爱唔爱啊？你因为有啲人唔出声，你俾我咪收咯，唔俾咪算数咯，我都掂嘅，系嘛？有啲人系咁噶喎，吓、啊，你俾咪俾咯，你唔俾我都唔会勉强嘅。因为点解咧？我哋自己满足咗咯，我有钱又有面。我又有屋住，又有车坐，身体又健康，乜都够啦。咁或者你系真系唔需要神赐福在你生命啦，吓、啊。不过我希望大家在我哋嘅生命要好好嚟追求，因为神赐福气俾我哋咧，唔系单单净系钱，又有面，又有银，又有平安，仲要俾我哋人生嘅路程。行得开心啲，所以在教会一月份嘅时候都帮大家提下，我哋将要追求神领取三年嘅大丰收。呢三年系咩年开始啊？唔知咩年开始咩？今年开始咯。今年系咩年啊？2020几多啊？第二年是2020几多啊？第三年是几多啊？是啦，记住喎，2019年、2020年、2021年呢三年，我哋要被兴起，透着神嘅福气去领取大丰收。嗱，呢个大丰收知唔知道包括在边度啊？嗱，讲教会先。这个大丰收我们要看到记住、不是我问你，下次问下我牧师的大丰收是什么啊？问回我箭头、大丰收是包括教会人数要增加、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教会中文堂有多少人啊？哪个答得到的稍后请你留下吃宵夜不知道啊，纯清好道理咯，一个个问住落，系嘛？嗱，礼拜我哋有大概150人，今晚有几多个？数一数，快快脆脆十下眼，一睇就知，大概50个啦，唔计沉默嚟咗嗰啲，唔计嗰啲系重复，唔系人嚟嘅咩？人，不过我哋唔爱，哎呀，报大数嘛，系咪啊？或者话我哋数两次，冇嘅。我哋好忠嘅，我哋唔奸嘅，嚟过开嘅唔系人，唔系人，系人啊，得意系人嚟嘅。不过我哋唔爱相处，数两次，大概我哋中文堂有200送啲咁啦，系嘛？我哋大概英文堂400人咁啦。咁样我哋嘅外展呢？外展我哋有几多个外展啊？4个吓。俾大家明白知道点解我今晚要数一数俾你听呢，係要数下神嘅福气呀，睇你嘅心有几大嘅信心嚟追求。太平大概70-80人。嗱，边个帮我数一数呀？嗱，个手快啲数呀啦，70-80人。金宝30-40人。点解唔准呢？有啲有利，有时冇利，有利呀多啲咁呀。癫咯呢30-40人啦，嗬，系咁啦，嗬。万鸟翁有中英文堂，嗬，加晒上嚟都系大概30-40人。
快啲，边个帮我数一数啊？三隻系三四十人，就当三十五啦。三十五乘三几多？105，做咩牧师今晚讲到计数嘅吓？咁啊，大家精神啲嘛，嗬？105个啦，计埋太平嘅，当75啦，嗬？75啦，嗬？180咯，嗬？180只加埋落去，中文堂计205啦，因为有只五人弹只五落去啦，205啦，205佢加85几多啊？390啦，吓嘛？390再加埋英文堂嗰度400，大概我哋教会嘅人数出席率每个星期有790个咁啦吓，大概啦吓，大概啦吓。呢啲系真事真人，好似今晚我讲大概50人咁样，真事真人。你搣下个手有肉有痛，真人嚟嘅，呢个唔系假嘅，呢个数系真嘅。嗱，三年大丰收。你认为神会点样去祝福我哋呢？我是追求神啦，你陪我追求神，是估大丰收，我哋要睇到几多人啊？大丰收梗系要增加啦嘛，人数要增加先系嘛，系嘛？神嘅福气嘛，你话呢？今晚我哋快快咁样数一下，790人啦，咁啊想嗱，唔好误解我吓，我哋唔喺度报大数。话喺度畅通街，话我哋几多人唔好吓，今晚喺度讲咗就好啦。出去饮茶，今晚唔好畅通街，唔好俾嗰啲饮茶嘅人讲，哇你老巴闭啊咁，唔好吓。我哋谦卑啲讲，哎呦我哋得790人啫，咁你认为神嘅大丰收会加添几多啊？唔识数啊？好啦，谦卑啲啦，嗬，50个啦，三年加50个。唔係好過分啫，四個外展會所，每個會所加10個都40個啦，係嘛？唔係好過分啫，係咪啊？呢度嘅中文堂三年加10個啊，好似冇咩好意思喎，係嘛？又加埋英文堂咧，又加10個啊，咁少啫咩？嗬，冇相干啦，我哋當係咁上下啦，加150個落去啊，咁咧唔係加150個頭，一下跳咗咁快嘅，10個50 60 70加100個啦，當。是吧 ?790, 希望在三年里头能够睇到890个啦，是吧？都应该好谦卑的啦，是吧？小智道边多加10个啫嘛，随时听日都有咯，加300，哇你的心好有信心喎，我鍾意好再讲下我哋嘅收入啦，你话教会唔讲钱呢？讲俾大家知嘅啫，我哋唔系追钱，讲下俾你知道。中文堂大概旧年啦，一年嘅奉献收入，中文堂咧大概270,000啦，唔系好多啫，270,000，即系每个月头20,000到咁啦，20,000-21,000咁啦，有时都跌到17,000-16,000都有，拉上补下啦。咁英文堂呢，英文堂大概一个月度80,000乘12900,000+当一个 million 啦，大概咁上下啦，係咪咁样四个外展会所加晒收入几多啊？大概100,000啦，唔係好多啫，因为每一个会所嗰三间细啲嘅呢，每个月度收入係2,000+嘅啫。唔係收入，算是收奉獻2,000+啫，咁一年咪30,000咯，咁樣數下，快快脆脆數咯，三間咪90,000咯，咁太平多一啲，每個月頭3,000+-4,000，咁俾佢哋大啲，50,000係點話啫，嗬，140,000啦，係嘛，所以加曬上嚟咧，中文堂咧270，再加140，幾多啊？410係咪啊？270加140是几多啊？410，英文堂大概1 million，所以我哋嘅收入大概1.4-1.5 million咁样啦，嗬，大概咁上下。咁样三年嘅丰收，你想睇个收入点样进展啊？
啊，今晚咁我问下你哋系咪好有意思啊？喂，个个好似冇乜嘢兴趣咁嘅，讲钱唔失感情，大家有兴趣啲嘛？想睇到几多啊 ？William 又叫你，冇叫 Mimi， 想睇到几多啊？啊，依家今年、旧年年尾啊，收到1.4-1.5 million， 你话三年后应该睇到几多啊？唔系咁啊，我一点几都唔讲，我唔敢，因为你人数啊，你讲多300个啦，我哋讲150-300啦，系嘛？150-300人咁样，150-300人又有年年路路咁样啊？你大概收几多啊？你俾个数目我，唔识答啊？加20,000啦，千差啦，啊，又冇咁贪心啦，200,000我都未正宗。按手机来数了。嗱，我意思不是今晚你记录了我讲这个长度呢，三年后拿了长度来。牧师，你看你讲的不准啊，是不是高一点又说我不够信心了，是不是没有加个数目呢，你看你是假先知订葡萄啦，不要订荷兰士啊，订葡萄给我，不要一粒粒订成包拿给我好点。唔好掟烂你嘛，咁啊吓嗱，知唔知道大丰收包括乜嘢咧？唔单止人数要加，收入要加，灵命要进展。乜嘢叫灵命要进展啊？即系我哋透入睇圣经，捉稳圣经讲嘅嘢。嗱，好似我帮你讲，你知唔知道神最唔鍾意乜嘢啊？就係关于在我哋嘅生命里头，神最唔鍾意乜嘢啊？最唔鍾意我哋斤斤计较。哇，嗰次我去食炒粉啊，阿德明俾少咗2粒蝦我喎。啊，呢次去我提下去加返一粒啫喎。呢咪叫做斤斤计较。神唔鍾意㗎。仲有咩神唔鍾意啊？冇信心咯，牧师，你企上台嗰度噏噏下，系唔系噶？你系讲嘅啫，你真唔真啊？有唔有听到啊？你话咧？你话我会有唔有听到神嘅感动咧？系嘛？嗱，当我哋在我哋嘅生命行走，有神陪着我哋，我哋冇信心，唔得噶啦，一定死噶啦，唔掂噶啦，呢啲叫冇信心。神想睇到乜嘢啊？凭信心领取福气，你知嘛？点解要凭信心啊？要企上嚟喎，攞喎，用神嘅权柄，唔系就系攞个福去，攞神嘅权柄先，用神嘅权柄嚟领取福气，知嘛？系估你话，攞嚟做咩啦？都系冇嘢发生，咁啊，即系冇信心啦。神唔中意。灵命嘅进展系咩意思呢？你会透入加添认识神，乜嘢开心，乜嘢佢唔鍾意。我学到嘢啦，以前我都好识计㗎，依家我帮耶稣讲冇所谓啦，你点讲我点做囉，我唔计。点解我唔计呀？因为第一，耶稣唔鍾意我计，你讲点做我咪点做囉。第二，我计过啦，计嚟计计输俾耶稣，都系唔好计，等佢计，佢识得点样去赐福在我身上。所以我哋嘅灵命要有进展，我灵命有进展啦，我睇到经文，我加深加添认识神嘅心意，我做嘢冇自把自为，扎根在神嘅教导里头，做神喜悦嘅嘢。嗱，呢个就系灵命进展。你要知道，在你人生点去对旁边人啊？记唔记得我帮你讲基督徒唔做初一十五㗎？记唔记得啊？咩叫做初一十五啊？你对我唔好，我咪唔对你唔好囉。你唔睬我，我又唔睬你囉。你讲衰我，我唔讲衰你，我都费事睇你囉。呢啲系咪我哋圣经又教导我哋㗎啦，系咪？以牙还牙，你对我咁，我对你咁囉。你我对你好啊，你对我好先啦。这个是我们本质人
嘅本性。神教我哋乜嘢啊？唔单止要爱嗰啲爱你嘅人，系如果有人喺度批评你、讲衰你，你应该点啊？走远远咯，系嘛？佢嚟呢度，我行嗰边走咯。佢行埋嚟，我唔睬佢咯。系咪咁样教我哋啊？应该点啊？喂，我开始咗，都冇声出噶啦，我都未进入正题啊！要教导我哋吓，唔单止要爱嗰啲对我哋好嘅，对我哋唔好嗰啲都要爱，因为点解呢？世上就算嗰啲唔听耶稣话嘅人，佢哋都识得爱嗰啲爱气嘅人啦。你话黑社会啊，点啊？嗰啲做嗰啲啊，嗰啲回教炸人嗰啲啊，系嘛？佢哋都系识得去爱对佢好嘅人噶嘛，系嘛？咁样对唔好嗰啲人咧，炸死你咯！你唔信回教，炸死你咯，系嘛？呢个唔系我哋耶稣嘅教导。我哋耶稣教导乜嘢？就算人哋敌对我哋，我哋都应该用咩态度啊？用咩态度啊？爱佢哋啦，唔好拒绝佢哋啦，吓、啊、嗱，呢、这个叫做灵命嘅增长。希望在呢三年，我哋每人都会加添认识神嘅心意，所做一切系会跟着神嘅教导。我哋唔做初一十五，记唔记得啊？嚟帮你旁边人讲，唔好做初一，唔好做十五啊！啊，唔好话好似人哋帮你讲，我做初一，你做十五啊！我意思唔系帮你讲起点香嗰啲初一十五吓、啊，意思系以牙还牙。你知嘛？系讲我哋基督徒在我哋嘅会友，我哋嘅团队里头，我哋识得遵守神呢个规则，你话？呢、这个家几可爱啊，知嘛？有时我哋都系少不免口讲错说话，做错啲嘢，话俾你掘多两掘，哇，系嘛？心都唔舒服啦。嗱，系管我哋响家中，冇样样嘢都斤斤计较，神会俾喜悦我哋嘅。当神喜悦我哋，哈哈，神嘅福气会加添噶。保明知嘛？知我叻我叻仔 ，you know very well, very good. God loves you. 哦，嗱，唔单止系咁样，我哋事工会有进展，仲有嗱，我哋开外展系咩意思啊？扩展神嘅角度啊！今日正帮阿紫薇讲，我想派瑞典啊。五年前我讲派中山，系拒绝咗啦。今日又心郁郁，系佢中山话考虑啦。今日我唔派中山，我派瑞典。你都喺度唔出声，神嘅角度扩展。今日我亦收到一个短信，话讲好多华人响非洲接受救恩，做咗基督徒。因为点解响佢哋自己中国嗰度咧，好大嘅压迫，佢哋出咗去啊做工啊，做生意啊，去到非洲嗰度。哇，好受影响，好多华人接纳耶稣为基督徒。你知嘛，我有好多宣教士帮我讲啊，响印度啊有几百万华人做咗基督徒啊，好多间教会等住你去牧羊啊，你睇你都得啊。大声啲答阿 Ben 啦。咁啊，你睇应该想去澳洲揾佢嘅仔嗰度做牧者。不过咧，有啲嗰啲地方已经好多基督徒领袖咗咧，就或者唔到我哋去做啦。但系非洲需要，瑞典好多华侨去嗰度做生意，好多信咗耶稣，好多系需要人去服侍噶。吓，呢个咪叫做神嘅角度扩展。希望在呢三年里头，我哋会成功派更加多我哋嘅会友领袖，能够扩展，唔去瑞典啊，去下丁加路帮下手啦，
去到新山帮下手啦，去大道帮下手，帮下手嘅就仲翻嚟嘅，系嗰个派阿姊妹去都系三个头啫，翻嚟噶，会翻翻嚟嘅吓。所以嗱，做啲三年嘅收割，三年嘅丰收。嗱，我正话帮大家讲起系教会嗰方面，咁你个人咧，德荣三年里头，你想睇到乜嘢啊？个女毕业，个仔娶咗老婆，哦，你摇头做咩？我冇讲你，我冇讲你嫁，我讲你毕业啫嘛。你拧头啊？你想德荣嘅女嫁？不用怕，我不是讲你啊。OK， 你个人。做生意你想在三年里头睇到乜嘢啊？你个人嘅家中你想睇到乜嘢啊？你人生嘅路程系估我哋有病痛嘅，你想睇到乜嘢？呢三年嘅丰收系估我哋肯一心一意全心全意去追求主，神一定要一一嘅赐福在我哋身上。所以今天晚上，我虽然一月份、二月份有讲起，我相信呢两个月头冇咩点样提，大家都忘记咗啦。依家四月尾啦，下个星期就五月啦。我想提下大家，唔好流失神去赐福在我哋身上。我哋在心中要保留一个追求，我哋要睇到神嘅大丰收，唔单单在教会，系在我哋本身。直机的生命，我们家中儿女的生命，我们都要看到这个大丰收。那你个人有什么要求呢？今天晚上我帮大家分享一下，其实是如果你是带着一个追求去领取这个大丰收的，记得我讲起啊，我领取大丰收呢，首先要起身啊，兴起嘛，起身去领取神的权柄。怎样去领取这个权柄呢？才能够领取这个福气呢？今晚就帮大家分享了。来，帮我开个银幕，现在才开片。上帝的子民合一共处，和睦是何等的善美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同心感恩，因着你感动我们的心，启示给我们知道，在这三年你会赐大丰收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等我们能够理解，透入深刻的明白，怎去领取这个权柄。多谢耶稣，祷告奉主耶稣名所求，阿们。这个权柄是属于主耶稣的，不在我们的身上，记得。不要说怎么祷告没事发生，如果你没有拿权柄，你的祷告不会有事发生。所以如果你的祷告你要攞呢个权柄，呢、这个权柄系点攞嘅？首先你要识得知道明白一个真理，呢、这个真理就系权柄属于耶稣嘅。所以系嗰度攞嘅权柄，你要在祷告里头讲奉耶稣嘅名，我攞呢个权柄，知嘛？啊，你唔好话讲啊，我要睇到我生意啊做得好大啊，你个口。空口讲白话冇力量嘅，你要讲我奉耶稣嘅名领取咗权柄。嗱，我在呢度咧，唔系单单教你点样去念经咁样，哦，每次祷告要讲呢句说话，唔系就单单咁样，一定要讲咁嘅说话。但系真正嘅权柄唔系用个口净系领取，系用我哋嘅心服从嘅心。来领取的是如果我们懂得说奉耶稣的名领取权柄，但是个心不服从耶稣，都是空口讲白话，你的祷告是没有力量，收到吗？这样怎样令到我们的祷告有力量呢？不是单单讲奉耶稣的名，是重要服从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是什么？这段经文讲乜嘢啊？唔识答我嘅就乜嘢？你哋我今日讲得太多嘢吓亲你哋，心话唔识答咩？姊妹再读多拜。上帝的子民合一共处。上帝嘅子民，你系咪上帝嘅子民啊？
要应该点做啊？合一共处。嗱，乜嘢叫做合一共处呢？睇下经文先啦，今晚就慢慢帮你分析。因为系估你唔捉稳神嘅心意，你就系知道你嘅祷告冇力量，你系知用嘢啫。你唔知道点样能够有力量。今晚细心听吓，嚟诗篇133第一节，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嘅善，何等嘅美。嗱，呢段经文好简单，帮我哋讲，我哋大家要合一。嚟下一只金，服从和尊重，我们彼此尊重。如同尊重上帝，我哋要第一样嘢点样和合相处，就要懂得互相尊重。乜嘢叫做互相尊重呢？个口细心啲，小心啲，唔好随便批评。吓，哇，做乜嘢咁样嘅？啊，做咩拣呢个人识嘅？你知嘛？我哋人人都好多意见嘅。如果要和合相处，我哋要学新嘅态度。乜嘢叫新嘅态度呢？唔好随便批评，唔好随便中意就讲，中意就弹。经文常常我都提大家，神又提到我哋知道，如果我哋开口讲嘢嘅时候，你冇好嘢讲，应该点讲啊？应该点啊？冇出声，收住个口，乜都唔好讲。係要开口讲，每句说话係要鼓励，要建立，先开口讲。係讲我哋开声，係爱批评，爱讲衰人，爱讲埋啲茶言嘅飲茶倾偈嘅嘢，吹下水，吹水可以，唔好吹坏人哋嘅名唔好系有痰唔系有痰，你知嘛？真正你知道点样去帮人做得更好嘅 ，very good。不过系如果你真正有心去帮人嘅，你唔会斜全街去唱嘅，你会为嗰个人祝福祷告，主啊，你帮佢做得更好。所以喺教会呢度，希望大家在呢一三年里，呢、这个三年里头，我哋系估要大大。另取神的福气，我们要懂得学尊重旁边人。望一望你旁边那个，你有没有尊重他啊？尊重他即是意思呢，你不要当我们大，你是小。我讲你就得了，不得的，牧师都不得的。我是牧师，我是大队，我不可以随便批评我的同工，我都不可以。有时是如果他们做得不对，我想叫你点做，我唔可以随便开声去批评佢哋。首先系嗰个睇到边个做得唔好，你话我应该点做啊？祈祷啊，叻仔啊，哇，萧善道 ，very good， 祈祷先，系嘛？你睇到乜嘢唔啱嘅，帮耶稣讲。以前我帮你大家讲过噶，系如果有嘢你想讲，帮耶稣讲，帮耶稣讲叫做乜嘢啊？祷告，大家讲祷告。系估你唔系帮耶稣讲，你帮你边边嗰个讲，帮后面嘅讲，帮成街嘅人讲，嗰、那个叫做乜嘢啊？讲是非。知唔知道神唔鍾意我哋讲是非嘅，知唔知啊？唔做得随便讲下啫嘛，唔得唔得囉。咁呢就冇人嚟斩你嘅。冇人放炸弹炸你嘅，只不过我哋嘅祷告冇咗力量咯。你攞神嘅权柄攞嚟祷告，主啊，你祝福我啦，俾我身体健康啦。呢、这个祷告冇力量，点解？个把口唔识收，随便批评讲是非，嗰只权柄。冇力量，明白吗？嗱，呢啲咧就要深刻，在我哋嘅灵命有进展，你先识得捉稳嘅。
我唔解释咁样，你唔明白。成日都唔解做乜嘢，我做基督徒做到咁辛苦，啊，成日都俾人攻击嘅，啊，做乜都俾人嚟唱，啊，做乜都唔成功。我响太平时教佢哋噶，啊，乌鸦说无浪别，识唔识听啊？有耶稣唔撞壁，咩叫撞壁啊？做乜都唔顺。做乜嘢我哋做乜都唔信，因为冇耶稣。佢讲我系基督徒嚟嘅，做咩仲撞壁嘅？你系基督徒，但系你冇嗰个权柄。基督徒冇权柄，系只系一个受领取咗有救恩嘅基督徒，但系你活着在呢个世界，你好似平凡人咁样。嗰啲平凡人行下跌倒，你系基督徒。你都跟住跌倒，点解啊？因为冇权柄，冇神嘅能力在你生命，你胜唔过挣扎，所以成日都帮旁边人嘈交，做嘢做得好冤枉，好委屈，唔开心。有时我哋讲做个基督徒，做到咁样咁辛苦做咩啊？不如唔好做基督徒咯，唔系咁讲嘅。其实做基督徒系神俾我哋嘅福气。只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不懂得保守神给我们的权柄。你帮神领取了权柄，但这个权柄无效，因为我们不懂收口，随便讲是非。哇，这么严重的吗？神这么计较的吗？神不是计较，神是要正道我们，让我们每个属于祂的家的人识得顺服佢嘅心意，知嘛？神好注重祝福我哋噶，我哋常常都讲嘛，基督徒系有福嘅人嘛，因为系个赐福嘅神嘛。但点解我嘅生命又有时有啲福气，有时有啲难题，有时有啲挣扎咁难嘅？其实基督徒嘅生命咧系一个欢乐喜乐。腓立比书常常帮我们讲嘛，喜乐，常常喜乐，我们日日都开心的。那你们问一下牧师，你是不是日日都开心啊？是吧？问回我嗬，哇，你们这么乖的不问我的。那呢，我有时都有挣扎，但是当我有挣扎，我拿起神的权柄，奉耶稣的名，我领取权柄，为我的内心的挣扎解除，神就要教我怎样人家对我不好，不要报仇，人家讲我是非，神会开解我的心，不要给我介意。当我很愤怒，神会给我平安，等我有一个平安的心。我不是没有智慧，我不是怕被人虾，我是要顺服神的心意，等我能够保持继续领取神的权柄。所以啊，是那万一我不小心你听到我批评哪个，你快点提我啊，不是我会失了权柄。带动你的牧师没有权柄，就不要做牧师啦，知道吗？啊，所以你为我保守住，唔好俾我失去个权柄啊！今日我带你行错路啊！我有权柄，我会识睇到神嗰条路，识得带动。所以我哋要互相包容。系嗰你睇到旁边人做唔啱嘅嘢，乜嘢叫唔啱嘅嘢啊？批评人、讲是非、啊诋毁人。不应该做的事，不尊重人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啊？行走是没理的，这些不关我事。或是搭一搭他的膊头，不要生气啊，不要生气，不可以这样啦、啊、我们继续这样，神不喜悦的，失了权柄。我小小声帮你讲，我要这样帮我老婆聊天的，有时我帮她吃饭的时候，她有些事
哇，要发脾气，讲唔可以，唔好嬲，唔好嬲，唔好发脾气。我唔系惊人哋知你发脾气，我系惊我嘅天父睇到你咁样一发脾气，个把口就会讲啲唔应讲嘅嘢，唔得着神嘅喜悦，你嘅权柄失去咗，你嘅祷告无效。你知嘛？我好重视神俾我呢个权柄，我唔敢失去，我好追从神嘅心意。因为你又唔系个权柄，你又唔系做有福嘅人，你又唔系真诚系一个基督徒有福嘅人，就要有呢个权柄。你失咗权柄，你得个讲字，你冇福，做乜都阻阻难难，乜都唔顺，有难事企唔起身，又挣扎，胜唔得过。好似我成日讲，半夜三更两三点瞓醒觉，死火咯，瞓唔着。你知嘛？我唔怕噶，点解我唔怕？我都有嘢攣住我心噶，我咪快啲交俾耶稣。耶稣，你帮我解除啊，冇俾攣到成晚都唔使瞓，系嘛？我要瞓啊，主，你俾我啦，你祝福我，知道嘛？瞓得系福嘛，系咪？个个讲嗬，瞓得系福嘛，平安嘅心。经文教导我哋噶，你唔好自己喺度数羊仔啊！你数到一千只都瞓唔着，我帮你讲，牧师你又知嘅，我试过嘛。嚟，我哋再睇一睇罗马书十二章第十节咯，时间差唔多啦，唔可以讲咁长，嚟打开个经节出嚟，唔该。罗马书十二章十节，要以手足之爱彼此相亲。用恭敬的心互相礼让。我们要懂得互相尊重。如果万一旁边那个又发脾气啊，又讲是非，你不要冚他一巴，快点收口啊，还讲是非被耶稣骂，不可以这样对他，你冚他一巴都不对，他说搞错吧，你做什么事啊。我们要好好维系祝福。跟着呢，低声吓吓你，唔好咁嬲，唔好讲咁多，唔好令到我哋自己受苦。你知嘛？系估你系有病嘅人，咩叫有病嘅人啊？有啲病医唔到嘅，有 cancer 啊，有甜尿，有血压，有胆固醇啊，有啲老人嘅病。你知嘛？我哋系唔系单单靠药保住我哋嘅身嘅，我哋靠神嘅权柄，知嘛？神嘅权柄可以胜过一切在世上嘅权柄嘅，包括病痛，神可以胜过。所以我哋有病痛，可以求神医治我哋病痛，冇俾继续痛吗？我哋身体系或者有甜尿啊，有血压啊，个血筋要硬化软弱啊，我哋求主帮我哋保守住血筋。你知嘛？你同我点保守啫？查雪花膏啊？唔得喎，点查个根嘅雪花膏啊？唔得喎，点样啊？一路一路硬化，一路一路退化，点啊？冇法治咯，人生系咁噶咯，人老咗系咁，唔系噶，你有法治噶。点咩法治啊？求耶稣咯。做咩求耶稣得嘅？因为我哋嘅身体系耶稣创噶嘛。你话咯。有咩难到佢啊？佢要保持俾我哋血筋，你九十岁都骨唔会硬嘅，得唔得啊？得，不睇你几顺服佢嘛，系嘛？神系会赐福，神经唔讲噶，爱佢、顺服佢嘅人，神一定大大祝福包容。咁你想唔想做一个？爱耶稣、信服耶稣的基督徒啊，因为神会加添赐福在你生命的。我常常很喜欢一只字，英文字叫 favor，F-A-V-O-R， 广东话我帮你翻译叫恩宠。你知吗？有神的恩宠是什么意思啊？人见人爱，个个都会锡住你，冇得解嘅。做咩嗰啲人锡住你嘅咧？
有神嘅恩宠咪有咯，系嘛？以前你哋讲古仔讲啲靓女好多人锡住，你试下问啲靓女系咪？唔系嘅，搵着数啊，追佢为咗爱攞佢嘅着数啫，系嘛？嗱，有神嘅恩宠唔系咁噶，嗰啲人会对你特别好，会特别恩待你，要对你笑容都好啲啊，做生意都会体谅你啲。我是很追求要做神恩宠的仆人，等我的会友都会锡住我，等我的朋友都会纪念我，明白吗？经文有一个人是神很恩宠的，你知不知道谁啊？你知不知道他的名字是叫什么？大卫啊，谁说的？你看几厉害啊，大卫神很恩宠，你读一下经文看，大卫冇得顶啊！神帮佢开路，保守住佢，哇！有好嘢冇少佢嗰份啊！你知嘛？成个历史里头，大卫系成个旧约嘅中心嚟噶，乜都以气为名啊！佢嗰个国以色列嘅国归起管制嘅时候，系最高峰嘅时候噶啦，你知嘛？神亲自讲呢句说话，大卫是我最恩宠的，出在神的口啊！你话我讲主啊，我不是大卫啊，我是真添来啊，我都想做你的恩宠的仆人。神教我，你睇下点解我会恩宠大卫？我就睇经文，追求就学到少少嘢啦。咩少少嘢呢？大卫唔埋怨。我跟住学到唔爱埋怨，有啲嘢未必系发生着好似你想咁样嘅，有时都有啲嘢我都好激心，但系我唔爱埋怨。第二，大卫唔讲是非，唔讲坏话，就系扫罗王点样刻薄佢、挖苦佢、我杀佢，佢都唔报仇。我哋要学，我领取神嘅恩宠嘛，我又。人哋讲我坏话，我就笑下，唔系因为中意，唔敢反应，唔敢俾面黑，系嘛？唔系惊面黑俾人哋睇，我惊俾耶稣睇到，我唔敢，系嘛？啊，又系咁，我觉得唔忿气，会唔会唔忿气啊？会，我交俾耶稣，耶稣佢哋咁样讲我，又插刀，又为难我，你为我做正义，开路，俾佢哋唔好最难为我啦。当我们领取神的恩宠，神会听你的祷告，小小事都会为你处理，明白吗？好像阿爸锡住你这样，你未讲啫，我想食都未讲啫，嗱就嚟啦，是吧？嗱，这个叫做恩宠啦。我们人生做基督徒要懂得追耶稣，领取恩宠。佢今晚帮大家讲，如果你要得着神嘅恩宠，领权柄，我哋把口要收，要识得尊重旁边人，要识得锡住佢，就算佢讲啲说话唔啱听，唔好帮佢斗发脾气，识得鼓励下佢，包容佢，唔好成街唱你头先阿德明啊，一路炒粪一路流，就算佢真系有。你唔好讲，你唔好提，唔好俾人哋知。你帮耶稣讲就得，记得吗？帮耶稣讲叫做乜嘢？祷告。帮人哋讲叫做乜嘢？是非。识唔识分啊？所以咧要识收口啊，唔好讲是非，神唔喜悦噶。讲下都唔得咩？你哋嘅答咧就系、是、讲下都唔得咩？唔得，记唔得啊？呢句说话，万一有人要问你啊，讲下啫嘛，好大不了咩？唔系大不了，不过唔好失咗神俾我哋嘅权柄。我帮你讲，神好紧张呢啲嘢噶，你唔好谂住冇相干嘛，冇相干嘛。嗱，万一你真系咁唔小心讲咗是非出去，应该点做啊？失咗权柄咯。祷告冇效咯，应该点样啊？
叻咯喎，哈！萧传道好叻喎 ，very good， 唔觉得神咁锡你啦，系嘛？要识得认罪悔改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帮我哋讲啊，系我哋有犯错，即系讲是非有犯错吗？系嘛？讲人坏话有犯错吗？最紧要认罪，我有错咩？我有帮人哋倾紧偈，我有错咩？哇！咁样话唔使倾啦，你话冇错咪唔好倾咯，系嘛？我哋帮神唔好咁样讲啊，主我有错咩？佢咪系咁样，你知嘛？我哋有时有讲翻转头噶喎，你责怪我做咩啊？你睇佢哋成班喺度讲是非，饮茶，你估真系饮茶咩？喺度讲是非，佢哋又冇事，我讲一句都唔得。你有冇试过咁样帮耶稣咬啊？啊，我哋唔爱咁样。神讲唔啱嘅就唔啱，唔啱就认罪悔改。你唔好理佢哋，成班讲是非，你点知？佢哋行路跌倒，你点知佢哋身体健康啊？食紧药都唔掂，你点知佢哋屋企闹交？你唔知嘛？你睇到佢哋讲事都好似好爽，但系在佢哋嘅生命挣扎，你知咩？我哋通常有好嘢讲俾你听嘅啫。话我仔买咩俾我？个仔成年都唔翻嚟搵佢，你知咩？系嘛？个仔寄啲钱俾佢，响电话闹佢，你知咩？我哋好多人有委屈嘅事情唔讲㗎喎。咁你讲俾你听啊，好轻香咩讲俾你听，我仔闹我係咪唔讲嘛。仔俾钱你话讲到成街都知道係咪。所以你唔好諗住嗰啲喺你旁边讲事非好似冇事，其实是有事佢冇俾你知，你唔知你都唔使知。最重要你要明白神嘅心意。你要做有福嘅人，你要受神嘅恩宠，你就要识得把守自己嘅生命，要识得去帮旁边人去祝福佢哋。阿咩？啱唔啱听啊？好啦，我再睇多银幕，我哋就结束啦，唔系真系太长啦啊！嚟帮我揭佢大个，我哋就做个结束噶啦。相同嘅心思意念。满有喜乐爱主，我哋个心要同心下你，快啲睇一睇嘅经文，我哋就讲埋就结束啦。腓立比书二章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嘅心思，有一样嘅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嘅荣耀。只要全心谦卑，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我们的心要追从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不要结党，我这班的你那班的，我唔睬嘅，我哋食嘢唔叫埋你，唔好结党。点解唔好结党啊？大家互相关怀，哦，大家互相照顾，唔好就系我自己顾自己，你知嘛？我哋成日都有讲呢句噶啦，肥水不流别人田啦，唱只潮州音乐啦，自己顾自己。嗱，呢啲系人际。我哋嘅規則嚟嘅啫，神一啲都唔喜悦，神係鍾意我哋有好嘢应该点样啊？大家分，话分咗咪冇，唔使驚，神嘅福气继续嚟。嗱，好似你搵到个榴莲档好好食嘅，你去卖，哇，又带大个嚟卖，佢又带大个嚟卖，以后你想食冇得卖咗，咁快卖晒嘅，咁又冇得食，你唔使惊，系嘛？神系古要恩宠你，祝福你，佢仲有大啲安排。除咗食榴莲，冇大啲好嘢咩？系嘛？在我哋嘅生命和和气气，家人识锡你，你知嘛？几好啊！你啲有儿女嘅人，个仔锡你，个女锡你，哇，甜蜜蜜。几过瘾啊，知道吗？哈，人生几满足啊，人哋对你好几好啊，你唔使怕
这个又不要坑我，那个又不要吃我，你不用怕。神说我维护你，我为了你，人家有策划党，想下怎样去挖苦你，你追从神吧。在做生意，在我们人生道路，有时很多艰险的经历的，你需要有神帮你把守。什么叫神帮你把守啊？人哋要虾你，讲啲唔啱嘅嘢嚟攞你嘅着数，你无能为力，唔识得点样抵挡，你依靠边个啊？要依靠神。点样依靠神啊？当我哋顺服神，跟着神嘅心意去做啦。啊，呢段经文我特别祝福你嘅，你系估长记呢段经文，你一定唔会蚀本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五节，神讲明啊，俾我俾神嘅心喜乐啦，俾佢喜乐啦。你同我有乜嘢我哋能够做到俾神喜乐噶？系当我哋同心，大家维护旁边嘅人，唔好讲衰佢，识得照顾佢，识得鼓励佢。经文好清楚帮我哋讲噶，唔好认为我哋系最叻嗰、那个。我帮你讲，我企上台服侍唔系因为我读经最叻，系因为神呼召我，俾啲恩高我少少恩赐俾我解经，等我能够用着神嘅经文帮大家分享，系咁多啫，我唔系叻过你。不过能够俾我去用着呢个恩赐，我要好努力，放好多粒钟去睇经，去闻下耶稣，透着我嘅经历，再查经，再闻下，今晚可以帮大家分享。其实唔系霎时间，我睇下五分钟就企出嚟讲，唔系啊。在我呢今晚嘅信息，我已经经历行咗好多好多几十粒钟，好多年嘅经历，才能够帮你分享神嘅心意嘅。所以你话啦，系咪睇定经文五分钟讲出嚟啊？冇咁叻，我冇咁犀利，我透过三十几四十年嘅基督徒嘅生命，透着我嘅追求，透着我嘅失败，透着我嘅惊讶，透着好多事寻找神嘅心意，最后捉稳咗就攞出嚟帮大家分享。等你哋唔好行嗰啲冤枉路。牧师有唔有讲是非啊？有啊。有唔有话讲衰人啊？有啊。有唔有后面插刀啊？有啊。咦，牧师咁衰嘅咩？我认罪悔改咗咯。因为神教导我，如果我唔改，佢唔能够重用我，佢唔会赐福在我身上。咁呢，我行起路上嚟呢，一行就要跌倒，睇唔到路，蒙查查。做人冇咩意义。神讲系管你要领取我嘅福气，你要顺服我。嚟，敬拜团队上嚟，求主今天晚上帮大家透着气嘅话语里头